他平常就是没有上班、没有上课的时候，中午时候我要收摊，他就会说：“妈妈，我帮你收，我帮你洗。”他就很喜乐心，就帮我收，帮我洗。那我就说：“那以后你慢慢就是来煮面啦、啊，来煮面啦、啊，来帮。”他说：“那煮面我不会，我不要，我就帮你洗好了。”所以邻居每次看到说：“哎，好乖哦，你都会帮家里这样子洗东西，也会洗地啊、洗窗户。过年的时候都是他在打扫。”我弟他很善良，是，他其实就是吃软不吃硬啊，哦，吃软不吃硬的人。然后他也有时候他可能气你一些事情，但是如果你用苦苦哀求的方式啊，或拜托他啦，哦，他就会愿意，他也愿意就是为你做些事情。然后他也有时候也很得意，说他帮你做一些事情，但这些事情可能都很小，不是很大，那他也觉得很棒。他在读到大一的时候，下学期我们全家去日本旅游，才知道，因为他跟我睡同一个房间。那尿尿就有点奇怪，别人说那我怎么有血，就是他一直说他是红光发的人。那回来我就带他到马偕去检查，所以他去看，我是没进去，他出来我再进去问那个医生，医生才跟我讲，他说。那可以了。那就有很多信息进来，半夜的时候我们住家在这边，然后有人开门啊，他开门跟外面有接触，那只要看到他们有在讲话，然后东西应该是看不到，就是有在做什么这样子。你看到他稍微有点不正常，或是一些反应，你就知道他吸毒不吸毒，有没有吸的？其实看眼神就知道。现在担心说。他在里面就在吸毒，哦，以前每次找，每次翻，我很会翻，每次他藏在哪里我都找不到，找到我就把他丢到马桶里面就冲掉，这样也不是办法，太累了。谁动了我的房间？我那时候见到是感觉一直好像在黑暗里，然后整个没有办法吃啊，睡啊都不行啊，整个脑海里想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我女儿在百货公司上班，我整个都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走动。我就去他工作地点找他，我女儿就说：“哎呦，他们要拜拜，你要不要一起上去？”我说：“好，到上面楼上走一走。”那个楼上
是一个顶楼外面很大的平台，其实可以跳下去。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往这边跳下去？那后来想说，把鞋带过来，连他都一起推下去。但是我爸是他造成社会的伤害。喂，你是不是动了我的房间？我的东西呢？我在问你，我的东西呢？还我！A secret call
that David played and it pleased the Lord. But you don't really care for music, do you? Well, it goes like this, the fourth, the fifth, the minor fall and the major lift, the baffled king composed.